号打了两分，就是他自己投的。二号吗？白色，我看一下，我还没认清那个号码。就这个，21。21两分不进了。嗯。这是10号对吧？10号不进，7号前后抢篮板。55不进，2号的后场篮板。2号，嗯，2万不进，21号2分。
进一号前场篮板，十三号再拿前场篮板，七号刚刚是投了三分不进。二十投了三分对吧？七号。七号投了三分。嗯。七号的篮板，现在是白色七号自己投，哦不，投了两分进了，助攻是二号，白色二号助攻。OK。自己投进，没有助攻。
号的抢断刚刚。没事，不要摔着。没事，对，没事。不知道算不算 block， 然后让你们去吧。刷了两个篮板，一个两分，刚刚是二号的三分不进。八号失误，二十四号抢断，二十四号不进，二十一号补篮进了，相当于一个前场篮板加一个两分。三分不进，然后是九号的前场篮板，然后十三号三分不进，二十四号的前场篮板。OK。我加个微信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。Come on, man.
四号两分不进，然后是二号的前场篮板，然后加大这一个是吧？啊 ，OK。二号还有个罚球。
两分了，这个是
这一边。刚刚那边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OK。对，二十一篮板，黑色白色十号三分的。OK。没事吧？七号。七号，我搞错，七号，七号，白色七号了。好，二号，白色二号，两分刚刚是不进。七号对。二十一小段，七号失误。不是，十号，十号失误。哦，十号失误。黑色二号失误，白色二十一号抢断。说错了，不是二十一号，是那个十号，十号抢断，不是二十一号抢断，就白色十号抢断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本来你说多少？我刚说到二十一。对。OK。下来下来。九号第一发不进。九号发两个。一个不进。两个。黑色一号篮板。白色二十一不进，白色七号不进，一个三分，一个两分。OK。刚刚的白色八号还有一个前场篮板，然后刚刚是犯规，所以没事。OK。七号。
前场篮板没有失误，就是前场，他就刚刚前场篮板。咋样？真牛啊！这起步就五分。三分犯规。对。
对。助攻55两分，三号助攻55两分。算两分不进。